货，这货的笔顺比较特别，上去一下来跳起来，然后写回来再写这个，哎，然后这个呢跳上去，又再点这个流动，好，货音啊写错字在涂抹，所以故意把它涂得很粗，那它很粗我们也可以写得很粗，哎，音够粗了吧，记点流动，长点滑动，跳回来点滑动上去，哎，稀稀瘦瘦的停顿回来，折带上去，挑挑上去，系锁滑动停住，很粗很细，滑动折过来再逆过来挑出去，拖带过来，呜，滑过去，然后这里稍微有点肥厚，哎，这样中间靠拢，挑上去，这里靠好近了，稀稀瘦瘦的逆上去，挑上去，放点，跳起来，放逆回来，撇，哎，这个捺蛮特别的，浪点逆跳上去，折回来，折回来，滑上去，哎呀，滑上去，带上去以后再这里下，果决的上去，再果决的下来，然后这个浪，那又是不太规则的浪，浪，行，滑动过去，左边长，右边短。略直的撇，略粗的竖画，竖画可以带上来，可以撇一个撇，两个撇，三个撇，形骸滑动下来，逆上去，折下来，带过来，呼，好重，不用怕，写字没有再怕的，点粗粗。挑上来，挑上来是要撇这一点再写这一点。枝有一个小巧可爱的枝，哦，枝小巧可爱，小巧可爱。然后这个是有接到下一个字的哈，难得它连起来了。Y 是从这里连过来的，所以要把它连好。挑起来，略往外弹起来，点流动，后面留个。尖尖的感觉，虽，哎，细瘦，收紧，粗重，密度比较密，虽重一点，哎，重，哦，用笔的弹性真多，下来，然后这两个靠近，然后这个远离，啊，疏密还分得真清楚。